先来一个大熊 vs 大熊啊！哦哦，看看谁的大熊能够内战内战啊！直接起手，直接一技能起手，哎呦，我直接顶，好快的熊掌！哎呀，难受！这个时候我其实因为受到了一些伤害，我不是很想交那个反击技能，因为已经到保护了。是的，爆发也很高啊！哎，小熊掌躲一下，打中。而且他的这个闪身蓄力霸体顶掉，拍飞，哎呦，哎，但是拍的有点远，机智、哎哎、还是连上了。但是大熊平 A 全自动，兄弟们记住了吗？按一直点就好了，按就行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哎，大熊按，别打了，对吧？把平 A 键按住，别打了，按住。好，这个人他不怕我反击技的吗？你被连，哎呦难受，哎呦这个一个不小心又被大熊吸。哎，但怎么我感觉我打了他二十几下，我的血量掉的更多一些。哎呦，阴雨伤弹，哎呀，直接感觉要没奥义了。阴雨伤弹，好，这个时候我再来。命中率很高啊，对，他的一技能特别容易。哎，哎呦，躲开，躲开手掌。哎，完了，我后摇好像没抓到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三，哎，小伙子，你应该要怕一下的呀。最后的一个闪避，我假装失误，其实是反击。哎呦，难受，我本来想说利用一个友情技起手，大熊承不起我呀。哎，我怎么换了老沙感觉这么矮呀？哎，刚说矮，平时老沙是一个很高的角色，还算比较高，但现在其实小家伙难受啊。小家伙能力还很强，直接反击，哎呦，哎呦，反击很难受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太难受了。直接小奥义，都是王下七五海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？这波怎么直接？不行，我要给老沙证明，我是大熊的对手。抓住，哎，难受。哎，机会来了，三，我有反击技，但是这波应该打反击技。哎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就一级失误，完了完了，下饭了。动，但是抓住了，一二三四，抓住，好，没事。但是，哎呦，我差点死了。这大熊这么一点血打我这么多，哎，小罗老师的绝技啊！哎呀，本来想左罗，本来想穿三你的，抓住，哎，干涸，哎哎哎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这怎么？我怎么？我们有这个伙伴吗？好像没有哎。有有有有有有。为什么？黄为什么我用他呀？有左，哎呦，哎，没左的呀。我直接霸屏啊！爆料的时候呀。我感觉我是个平 A 人助力啊！哎，我这绝活哥也不太行啊！哎、我平 A 是个屁，好像是目前这个草帽团的最后一个成员，对，是吧？两年前草帽团的，哎呦，哎，主要是确实这布鲁克出来的时候有点扰乱了我的心神，哎，完了，他也扰乱了我的心神，我被睡住了，直接睡死，好吧？哇，这个好像比微微那个睡还要加强版微微，猛一点，猛一点。有点意思、啊、哎，还想冰锥骑手我直接飞龙火焰直接解掉，直接解掉。哎，八哥祭出了自己的本体，对，没有那么这你还敢过来，哎呦，直接霸体挡住了，难受。哎呀，主要是这个布鲁克真的打击了我的心神呀，这把节奏扰乱，教科书一般的切刀，永远不会失误的男人，抓住，哎哎，不闪，有点歪，这也没闪，好，这躲一躲，我还有一躲，还有一波闪，解掉吧，解掉吧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这波不会交。鸡毛再接飞龙，哎，打了最后一个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啊，阿哥还有机会。海军大将，秦志，就是你叫大将一下。秦志打黑组，完了，完了，加那个后摇。这个时候不要着急交友情技，等他落下来。是的，然后但是我有个 QD。你还有冰三，还有冰锥，再接冰球，一二三，冰锥，不会真翻盘了吧？真有机会哦，血量都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再抓一抓后摇，难受。哎，躲一下，抓到一脚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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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气呀，难受。哎，带走啊！恶魔风的变身，给羊肉上上，直接带走。虽败犹荣，但是这个布鲁克是怎么回事？布鲁克，我突然有点后悔啊！突然有点后悔，没有展现一下情商。哎呀，这个布鲁克是这个号是你调的还是、这个？好像有一点小意外啊，不小心露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回去找一下看是谁调的。回去挨顿毒打。可以我觉得，我觉得可以追究一下责任。嗯，我觉得不行，这可能就是你。好了，我们先不谈布鲁克的问题了。其实我刚刚看到，在两。
为策划 PK 的嘉宾，哎，尤其是秦哥这个心啊，跃跃欲试啊！我的解说啊，专业解说，专业秦哥，听着专业解说素养，专业解说条件反射啊，是那所以、啊，要不然我们两位嘉宾和两位策划老师进行 PK 一下，两局 PK。可以可以啊，这次、啊、那八哥先选吧，也来，那我挑生生吧，毕竟生生是薛逸主播我当然要跟他打 PVP 了啊，可以，逻辑清晰嘛。那我们第二轮的话就由小罗策划和秦哥来吧。好，两位准备一下，好，但注意一下，我们这两盘的比赛也是有惩罚的哦。上一盘有吗？上一盘没有、啊、上一盘我们是展示兄弟内斗、啊、对内斗、啊、这怎么能有啊。好，然后八哥等会儿如果你要惩罚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一次给用了。哎也这么次交换惩罚的交换一下置换，但不是这一轮我们不是一队吗？哎来吧，八哥离我而去了，难受，这波好直接 VS 老沙、但他的、哎、他的风好像要更久一下，逼出了这边的有情技，这边没起到金毛，但逼了一次闪现来了，起飞再逼一次闪，哎预判没预判到闪，生生最后一次闪捏得很死、啊、生生很稳、哎、很稳，哎漂亮八哥、元素化，元素化，元素化加那个有情技没办法，这弯有情技，哎哎这输了、哎、输了、不过还好有闪身重置，生生还有闪吗？还有一次预判没预判到，哎我在干嘛，我好让了一波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两级猫，两级猫也没压到，难受，没闪没闪了，没办法，再见八哥八体的后摇，还行还行，不是特别肥，抱一下气。注意有一个沙漠边啊，沙漠边拉了回来。拉到了。结果话音刚落，话音刚落啊！我本来想一个一技能压住他，但是这波，我操！直接给青史轮回，但这波伤害没有暴气，应该是不够的。我感觉我还有一点点机会啊，应该是死不掉。还能打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没关系。有心态，还一丝血。又没预判到。哎呦，哎闪身漂亮，可以。说冰冻石，哎漂亮，打中了，但是对方有情技的，哎呦没打中，但是这个血量有点难追了呀，还有十二秒，是的，没事，能打多少打多少吧。再见，拉回来，直接给爆翅嘴，哎不一定哦，最后的三秒钟有机会，冰冻石刻，哎呀，最后一秒啊，绝境反杀，致命，不禁让我想死我上一次，啊四血反杀，躲一下来了。这个海军上将，海军大将漂亮，一个七五海，但是我还有 QT 冰冻胶囊，你也有压一波起身，哎呦，这边一个反击，预判到，漂亮，二三，哎，没办法，虽败犹荣，最后被大雄的一个震飞给打掉，已经不亏了，已经不亏了，亏了，很赚了，哎，大家都有 biu biu 的艾斯和大雄抓起，哎呦，最后一下冲到了，再接下杀，萤火再给伤害打满了。好，躲一下。哎，又被起飞了。这波反击很棒，但是伤害还是吃到了呀。这一波其实可以用衍生技直接突进过来，再接冲刺，难受呀。逼出最后一个有情技了，还有一波装，大家杀，但是被这边平 A 找到了一个机会。哎、后摇不直接给火拳，给火拳了，但是被对方抓到了后摇。哎，完了，都有，双方都能闪走，但是这边艾斯是平 A 找到机会再接火枪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波哎，直接把对方打到了一个斩杀线。大雄已经进展了，但是起身萤火救了自己一手，最后撕血的大雄怎么办？哎，就这样的一个面其实挡反击啊，但是能反这个控制，但反不了伤害，很可惜啊。好，这波最后。哎，直接被起了。解说秦哥已上线。啊、两边先进行了一波交换，有点。哎呦，还是被提到了，弹了一只踢。萤火救我！萤火，萤火，萤火没能救到呀！我看不到。萤火说：“这个你有点远，有点远啊，算了吧。了你的要求有点高。”是的，毕竟他又不是太……哇，哎，直接补了波伤害，又烧起来了。这样的话，再接整形踢，打这一个斩杀线。不过八哥还有一个大熊进行一个保底，完了，来又是平 A 再接这样的一个最高级绞肉，那感觉可以直接带走了呀。那最后哎失误了，致命失误，冲刺没冲到，但是火柱命中了。那这样的话再给一个火拳 ，skin， 哎没办法，赶紧带，还行，很累，很赚了，很赚了啊！一丝血还逼出了对方的一个这个有情技，八哥还是比较梗，知道不怎么去躲有情技的啊，意思就是。
命中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有被内涵到，并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哎，可惜了，你可以出自己的友情技了，看一下，霸气顶开。再点成功，骑手抓到机会，那生存权非常的危险。哎，我的平 A 我想接到技能，哎，难受。这波我也又耿直了，给了波机会，刚好挑了一个硬值最低的平 A 去接二技能。恶魔风墙，再接宴会桌旋转踢，这一波伤害看看能达到多少？最高鸡脚肉，双方的一个血量已经是持平了，啊，同时都是有这个怒气的，漂亮吧？但是还是被抓到了，主播伤害直接带走了，直接带走，英语伤害可以。哎，最后大熊的一套爆发。